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世界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冷藏发明，食物的时间机器；二、电话亮相，远距离的耳语魔法；三、巴拿马运河剪彩，大洋的捷径搬运工。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冷藏发明，食物的时间机器。各位亲爱的食物时间旅行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那个让食物能够穿梭时空、抵抗腐败命运的伟大发明——冷藏技术。这可不是什么现代魔法，而是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科学奇迹。它让我们的牛奶不必在一天之内变成酸奶，也让我们的蔬菜不必急着变成堆肥。首先，让我们回到远古时代，当时的人们发现食物在寒冷的环境下不容易坏掉，于是他们开始利用自然的冰窖来储存食物。这种方法有点像是把食物放进了自然的冰箱。 只不过这冰箱没有门，也没有制冰机，更不用说什么节能标签了。然后时光飞逝，来到了十九世纪，一位名叫 Jacob Perkins 的英国发明家，他不仅仅是个发明家，还是个冒险家。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机械式冷藏机，这可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从此以后，人们不再需要依赖冬天的恩赐或者远方的冰山，就能随时随,随地享受冷藏的便利。进入二十世纪，冷藏技术开始进入家庭，冰箱成为了家家户户的标配。 这时候，食物的时间机器已经从一个笨重的机械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家用电器。它不仅仅能够延长食物的寿命，还能够让我们随时享受到冰淇淋这样的冷餐美食。但是，冷藏技术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自己的小毛病。比如说，如果你把香蕉放进冰箱，它们就会变成黑色的悲剧；如果你把西红柿放进冰箱，它们就会失去应有的风味。所以，这个时间机器有时候也会让食物的时间旅行变得有点曲折。 总之，冷藏技术是一个让食物得以跨越时间的伟大发明。它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还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在任何季节享受到新鲜的食物，也可以把美味的回忆保存得更久一些。所以，下次当你打开冰箱的时候，不妨对着那些安静躺在里面的食物说一声：“感谢你们，我的时间旅行伙伴。”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电话亮相。 远距离的耳语魔法、啊。各位亲爱的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项改变了人类沟通方式的神奇发明——电话。想象一下，在这个小巧玲珑的装置出现之前，人们要传达消息，不是得骑马狂奔，就是得靠烟信、鸽子，或者是大喊三遍。但是有了电话之后，我们可以轻松的进行远距离的耳语，就像是施了一场魔法。这场魔法始于一八七六年，当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的先生不小心发明了电话。 当然，这位先生并不是在寻找让人们懒在沙发上聊天的方法，他其实是在研究如何帮助聋人。但是，就像所有好的发明一样，结果往往出乎意料。贝尔先生的第一通电话是对他的助手说：“沃森先生，请过来，我需要你。”这句话可能没有什么诗意，但他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从此以后，人们不再需要等待数周才能收到来自远方的消息，也不用担心信鸽飞失或者是烟信被风吹散。 电话让人们的声音瞬间穿越了空间，这无疑是一种魔法。当然，电话的早期版本并不是那么方便。想象一下，你得转动一个巨大的曲柄来发起通话，然后大声喊叫，希望对方能听见你的声音。这时候，如果有人在旁边偷听，那可就不是私密的耳语了，而是公开的演讲。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话变得越来越先进，从旋转式拨号盘到按键式电话，再到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智能手机。 电话已经从一个单纯的通话工具变成了一个集通讯、娱乐、资讯于一身的多功能装置。现在，我们不仅可以进行耳语，还可以进行视频通话，仿佛对方就在我们面前。但是，不要忘了，即使是最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情感交流。所以，下次当你拿起电话，不妨想一想，这不仅仅是一部机器，而是一个连接心灵的魔法盒子。让我们珍惜这份远距离的耳语魔法。 并用它来传递爱与关怀吧。现在，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要去回一通电话了，我那遥远的朋友正在等待我的魔法耳语。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巴拿马运河剪彩，大洋的捷径搬运工。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个让海洋巨人们避免了长途绕行南美洲角的大工程——巴拿马运河。这个被称为大洋的捷径搬运工的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水道。 它更是人类工程学、政治决力和对抗自然界的一部史诗。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想象一下，你是一艘大船，你的目的地是在你的左边，但是你得先向右走，绕一大圈才能到达。这就像是你要去隔壁的超市买东西，却得先绕过整个城市一样。这就是在巴拿马运河出现之前，船只从大西洋到达太平洋的情况。他们必须绕过南美洲的好望角，这不仅远，而且危险重重。 巴拿马运河的剪彩仪式在一九一四年举行，这是一个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的时刻。但这背后的故事可不是一帆风顺的。法国人最先尝试挖掘这条运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叫做热带疾病的无形敌人，还有一个叫做工程挑战的巨大障碍。结果，他们的计划以失败告终，留下了一堆挖掘机和一个未完成的梦想。然后，美国人进场了，他们不仅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和资金，还带来了对抗疾病的新策略。 他们控制了蚊子的繁殖，大大减少了黄热病和疟疾的发病率。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毕竟这些疾病在当时是真正的生命终结者。经过了血汗和泪水，还有大量的爆炸物，巴拿马运河终于在1914年开通了。这条运河不仅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格局，也是人类对抗自然界的一个标志性胜利。它的开通意味着船只可以节省数千海里的航程，时间和金钱的节省可是相当可观的。当然。 巴拿马运河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随着船只的不断增大，这条运河也面临诸容量的挑战。于是，一个新的扩建计划在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实施，以适应更大的船只通行。这个扩建工程就像是给运河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让它的血脉更加畅通。总之，巴拿马运河不仅是一条水道，它是人类智慧和勇气的见证，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枢纽。每当有船只通过这条运河， 我们都应该记得那些为之付出努力的人们，以及他背后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亲爱的观众们，今天我们讲解了三个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冷藏技术、电话和巴拿马运河。这些发明都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它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无尽的便利和乐趣。冷藏技术让我们能够享受到新鲜的食物，不受季节的限制，它是食物的时间机器。 电话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与远方的亲友交流，它是远距离的耳语魔法。巴拿马运河则成为了大洋的捷径搬运工，为全球贸易提供了更便捷的通道。这些发明都不是完美的，它们也有自己的缺点和挑战。但正是这些挑战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让我们能够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些技术。所以，无论是冷藏技术、电话还是巴拿马运河， 它们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值得我们珍惜和感激。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你对这些发明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